炎炎夏日何处去？或许来世贸易馆的2010漫画博览会，感受动漫迷的超热情也不错哦。7月28日到8月2日将举办的2010漫画博览会，可说是暑假不可错过的超大活动。而在漫博会的开幕记者会上，除了网罗国内各大动漫画出版商，包含木棉花、台湾东贩，台湾角川，尖端出版，新闻出版，来这边。东立出版，长虹出版，趣音社，等各大出版商齐聚一堂，要带给动漫迷最欢乐的极致飨宴，而且还邀请到魔术界的宅男女神黄心凌，化身今年漫博会的主题人物漫波小精灵，与玩家相约漫博会哦。当然，每年漫博会都会有各种动漫精品福袋等待玩家来抢好康，也少不了邀请国内外漫画大师玩家面对面互动。精彩热闹的2010漫画博览会，7月28日到8月2日，跟玩家相约感受动漫活力哦。那么也请现场坐的媒体朋友稍等呢，都可以捕捉到我们现场这个最美丽也最